感觉得出来他身体是以前呐、啊、有一些些的寒气。嗯、啊，可能是因为啊，有被冷冻过。哎、欸欸，你不要一直乱讲。之前有人说你因为被冷冻，所以就是心寒啊，想走。七星动人，就像上路。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弹奏爱的延续。那个是我前几天去打那个电波。哦。不要给我乱下标，因为就是年纪开始慢慢。到了，然后开始会有一些国文的问题啊。我一年大概一年到一年半做一次。当时帮他把脉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是刚被拍，好吧？没有。对，但现在是状况很好，身体很好。你从接到邀约到你确定想要过去，但挣扎或拉扯吗？一定是有，但是主要最后还是听从公司的安排跟计划。但是当初心里也是调试了蛮久。期待比较多一点点，对，毕竟换到新的地方，就是有一种全新挑战的开始。不是你这样子就没办法帮好朋友应援了，因为我就毕竟还是着重在工作上面，我换了一个公司，就是努力认真为那个公司效力。之前有人说你因为被冷冻，所以就是心寒啊，想走。没有这件事，那是大家自己多脑补出来的嘛。因为那时候是因为我刚好外务比较多。之前有提到说薪水的部分有点寒酸，那现在我没有说寒酸，谁说的？才没有嘞！据我所知，就是每一队啦啦队的薪资都不太一样。对，那你这边还满意吗？我不管怎样都满意啊。那那天女孩有帮你办一下欢送会吗？因为我们休赛季正值，所以就没有，就刚好没有时间聚在一起。因为我自己算是比较宅，然后刚好又遇到过年，大家都各自回去自己的家乡过年。但他们有告诉我，他们很不舍，就是特别打一些很长的文，看我进步啊，这三年的改变啊，然后也给我祝福这样子。发文之后，李工会好像有在形象，那李工会未来的动向吗？你有清楚？不清楚哎、欸，我完全不清楚。但是不管他决定如何，就是这边都是祝福。练习隔离的部分哦，就是先没关系啊，我不勉强自己。可是我持续都有去找老师上课，哎、欸，那个你们的字幕都上得很搞笑哎、欸，害我都回不去了。窗外的天气，听雨的声音。可以再帮我们再唱一次吗？不要了啦。